છે.有点点疼，好大一块，姐姐，很大一块。 你看一下，啊，它这样，对，大概隔多久它就会修一次是吧？对，大概只能管半个月一个月，或者2天也可以。 你泡澡，那边有一点点是吧？我女儿泡澡，我就直接按摩了。好，我就把床上按。好，可以。那你先按还是他先按？就这边还有一点是吧？这边是吧？嗯，好，知道了。 视频呢，小哥来之前就说要给他修身一点，所以下刀比较深，见缝了啊！这里是在河北学校的安师傅努力周围一间更好的自己，加油，跟我讲陌生人。